模拟金色因果记事集》婚姻与感情系列：如何摆脱恐怖情人？以下为一位师姐分享。来文照灯，电视社会新闻常有恐怖情人不满对方分手，将对方杀害或伤害的新闻。这种恐怖的事件，竟然差点发生在我身上。 每个女人都向往能有一段美满的婚姻。在我怀孕时，孩子生父不希望有小孩，想当顶客族。从此他忧郁症发作。我经历一场精神虐待与家暴，最后终于脱离，以为逃离了家暴婚姻，没想到一山比一山高。接下来遇到的人生才是恐怖高潮。我遇到了这位业主菩萨。一开始，因为他勤劳。 并且他很爱孩子，与孩子互动家而感动我。我真切感受到他很在乎我与孩子，以为我找到了可以共度一生的伴侣。在交往过程中，一开始我在金钱上资助他，因为他被上班的公司辞去职务，也无处可居住，所以我先帮他出房租。接着他说他需要车子，但罚单有二十年没缴。 累积十几万，我也先资助，还买车子、投资事业。最后他因为酒驾被罚，这些种种，他都信誓旦旦会还给我，也签了本票，累积有几十万可观的数目。家人朋友当时都劝阻我，但我执迷不悟，认为只要爱我与孩子就够了。但在这过程中， 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不合逻辑的事，就是他永远怀疑我所有的行为以及每一句话，甚至他认为我借他钱是为了他的祖产土地，他认为我在计划如何骗取他的祖产。他时时刻刻盯着我，其中因怀疑而做出的不理性行为不胜枚举，包含每日车停在我家旁街上过夜，监看我手机定位我的踪迹。 每日晚间十二时，定位会跑到附近学校门口。他断定我与校门口早餐店老板约会。他发现我手机闹钟定在凌晨四点，他就断定我四点会出门与人约会。而四点的记录却是我与他一同早起出发露营的记录，因为他的手机好友名单里，我总是与他好友并排在一起。 他便断定我与他好友有联系或暧昧。曾经他在朋友家喝酒，突然那天朋友家来了很多人，他居然认为那是我安排的。我投资了姐姐男友的公司，他便怀疑我与姐姐男友私通，还怀疑我与前夫计划骗他，怀疑与我与生意上往来的男性私通。 甚至在街上看到我开车经过，打电话问我在我车后的那台车是谁，或是莫名来电说看到我车子停在某旅馆前等，种种令人无法想象的不合理怀疑无法一一列举。当然，我解释我没有做这些事，他给我的答案是：怎么看你就是会这么做，你就是这种人。 我因为不愿意老是解释我没有做的事，后来提出分手，而他却言语恐吓我，包含扬言对我泼硫酸，之后上演在街上飞车追逐，在街上拉扯，让我在街上喊救命等。于是我开始思考了，我明明不是烟花女子，而我不善说谎，连修饰言语都不擅长，我一直给人正直善良的感受。 为何在这位先生的眼里，却是如此不堪？心里觉得这一定是有业报在其中。当时我已经开始念地藏经，我跟地藏王说：“地藏菩萨，我不确定我念的有成功吗？我很想知道，我到底上辈子是如何虐待此业主菩萨？”果然，佛菩萨慈悲帮我。 第二天就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推荐摩尼精舍，大致读了一下网页，确定是正道后，当周日我便驱车前往问世。果然，我因上辈子路见不平、言语刺激，而使业主菩萨他跳水自杀。当下开示出来，我深信不疑的起鸡皮疙瘩，因为我这辈子习气未改。 常常一语道破别人所思所为，使人无地自容。而这位业主菩萨也正好很怕水，不会游泳。我须念经文各一百八十八部回向给业主菩萨。蔡师兄也说了，此人有两种个性，且嗔恨心重。我记住师兄的话了，开始念经，甚至直接告诉此业主菩萨他，他有这样因果。 也带他去精舍问世两次，而这两次他都有请示菩萨，看我是不是骗他。结果答案都是没有欺骗，但他不相信，也到处去问世。答案都是我没有骗他。最后到自己母亲的塔位前置脚，这次终于没有得到圣脚。在念经回向给他过程中。 这位先生竟然将酗酒二十几年的习气给改掉了，有时显得很正常。但我若不如他愿时，一样会恢复怀疑我、恐吓我的个性。任何一个人在如何深爱对方，都无法接受对方无尽的怀疑与质问，所有的付出都被解读为心机欺骗。所以，我趁着他到外岛工作无法及时出现时，再度提出分手。 并以此机会把所有未读完的经文圆满回向。最后，他在回台后出现在我家门口一次。从此将近二年，他没有再出现过。我也终于脱离了恐怖情人的梦魇。在这段时间，经舍也一条条的业障开示出来。我发现，三世我都因感情因素伤人、杀人，也难怪此事在感情路上特别辛苦。 连前夫都是来讨报的。了解这一切后，也更坦然面对这样的果报。对于婚姻感情，也完全不会再有期待。加入精舍修行后，我还遇到不少男士追求。我是一个身材臃肿的欧巴桑，我一点魅力也没有。现在我没有沉溺在被追求的迷幻中，反而逃之夭夭，封锁语句，接电话。 我知道的是，过去是我太坏了。这些男性大概又是来讨报吧。也曾请示京社蔡师兄，蔡师兄做个比喻让我了解：当草长出苗时，赶快拔掉，用来远离这些感情的纷扰。一辈子急急营营追求梦幻般的爱情，引来的全都是业主菩萨讨报。就算是有福报，经历一段圆满的婚姻。 恩爱夫妻一辈子过后，仍然要经历分离的苦痛。《金刚经》说什么一书提到，真正的清福是什么呢？清净无为，心中无烦恼也无悲，无得也无失，没有光荣也没有侮辱，正反两种都没有，永远是非常平静的。这个是上界的福报，这就是清福。 如今我脱离了恐怖情人，要感谢精舍的佛菩萨协助与业主菩萨沟通。加入修行后，了解了真正的福报不是钱财多、婚姻好、儿女好，这些都是抓不住的现实世界。世间的福德再多，也不过是弹指的空花就过了，一切都是梦。而真正的福报，却是证到了空性，悟道而成佛。 才是大成就。感谢这位恐怖情人业主菩萨，他让我认清这些事实，让我可以接触佛法，开始修行。分享结束，一辈子真的不长呀。遇到一个很惨了，还遇到另外一个更惨的。还好师姐逃得快，不然长期相处下来，可能就得去精神科挂号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缘的人。 时间一到就会聚在一起。如果对方是来报恩的，可能您见到他都很开心，因为他会对您好，给您笑容或给您任何需要的协助或支援，就跟天使一样。但如果对方是来讨报的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他看您时可能每次都用瞪的，对您也出言不逊，反正您一看到他就很难受，在他身上都接受到负面的能量。 而且这种姻缘的配对还相当让人盲目。当两人是透过姻缘结合时，就像上述的例子，在交往过程中，一开始我在金钱上资助他，因为他被上班的公司辞去职务，也无处可居住，所以我先帮他出房租。接着他说他需要车子，但罚单有二十年没缴，累积十几万，我也先资助。 还买车子、投资事业，最后他因为酒驾被罚。这些种种，他都信誓旦旦会还给我，也签了本票，累积有几十万可观的数目。家人朋友当时都劝阻我，但我执迷不悟，认为只要爱我与孩子就够了。就像这样，就是爱到卡惨死闽南语，就是有股力量让您深深爱着，无法自拔。 这股力量就是要开始干扰前的结合点，没这个牢固的结合，怎么让后续的讨包顺利呢？有人一辈子桃花多，会有这样的命格，其实就因果上来看，就是在说过去结的缘很广，好的广，坏的也广，所以时间一到，桃花就来了。但对于以正常家庭来说， 桃花多也真的不是好事，容易破坏家庭和谐呀、啊。若有这方面问题，建议您行为上如师姐所说：当草长出苗时，赶快拔掉。在因果上，就是多多回向给事业障，把要来讨报的干扰赶紧回向掉，如此才能让生活平静。师姐譬喻的好，一辈子汲汲营营追求梦幻般的爱情。 引来的全都是业主菩萨讨报，就算是有福报，经历一段圆满的婚姻，恩爱夫妻，一辈子过后，仍然要经历分离的苦痛。世间真相其实就是如此，爱情让人甜蜜，但其实结合的姻缘早已注定，而且讨完或许就分开了。这个课题您得想想，这是一定得要了解的问题。 心中无烦恼，也无悲，无得也无失，没有光荣，也没有侮辱，正反两种都没有，永远是非常平静的。这个是上界的福报，这就是轻福。上面这课题，或许得修行一阵子后才能了解了。不过，如果您身边还有恐怖情人，或是周遭有亲朋好友们正在受此磨难，请把经社推荐给他吧。 您的一点讯息，或许就能帮他跳出来呀、啊。功德无量。《摩尼经》是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，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。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劫累世因果业障问题，治因果病，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普渡慈航。我们不接受供养，不收钱，不推销，不强迫修行，只求能结善缘，解决您的问题。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、因果问题、治因果病，无论感情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家族、身体、户籍、学业等问题，均能请示。有医生看到没医生，有神问到没神者，不妨一试。 因为金色义工分别住在不同县市，且平日各有工作，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，现场请示：台湾彰化县溪周乡朝阳村陆军路一段两百七十一号。